欢迎来到台师大教育学院，出发，我带你去看看。在广阔世界里找到自己前，需要有人先带你认识世界，这就是教育。而这里就是台湾教育的起点。眼前这所学院，台师大教育学院，世界排名前20，稳居全国第一，是亚洲最高的教育殿堂。2022年，台师大更在全球最佳大学排行榜的教育及教育研究学科中排名全球第9。完整的进修系统，让你能尽情探索、实践，参与校内外国际志工，学习创新产业发想与社会关怀，都可以是你的选项。身为教育实务与研究的领航者，培育出无数参与教育改革的中间人才。教育不只限于课堂，透过实际参访与实习，你想象的未来将走出脑海。不断创新的教学媒材，跳脱传统模式，形成最前卫的学习社群。用行动感受到与知识合而为一的力量，接着用这份力量回馈社会。站在教育学院这座高山，将赋予你辽阔视野，为自己塑造更多可能性，也为教育找到更多元广泛的定义。Now I'm in studying in transdisciplinary program in cultural education. That gave me so many good influence for my logical thinking. For example, like I can think program with multiplicative thinking. That's using with a lot of knowledge that I learned in cultural education. 在这里，你会发现教育是一切的起源。无论是教育界或教育以外的世界，你都能带着所学勇敢去冒险。你会明白，教育不只代表知识的传授，而是各种形式的启发，是生命影响生命。那是一种生活哲学，是与自己、他人最纯粹的交流。这是台师大教育学院带给我们的。相信我，你会在这里拥有美好又充实的4年，请好好期待。